近啊。是不是觉得很靠近的感觉？我觉得看到表情、看到眼神、看到笑容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棒的体验。相信对你来说应该也是还不错吧。但是我这样讲啊，后面有朋友可能会觉得有点酸，所以待会还是会多看一看你们啊。谢谢你。我想说20周年呢，就希望可以多回馈大家，希望呢可以尽量唱到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歌。接下来这首歌